吼，因为听这个道理，等下咱讲资料也是爱个时间去吼，这个是上界重要一门功课啦吼。那自身的观在，做出真心认个伟大性，当然，这个业障大人是接下来如果他可能拄着因在吼会个班的时阵，啊，拄啊做一个天人合一，所以讲遮就等咱。做一个心提醒啊吼，尤其拄着会个班的时阵啊，咱爱家己做一个反思，伫即当当中呢，咱伫个心靠意，啊，咱的毛病是寡是寡习气吼，家己做一个自身的反省，然后嘞，伫佛前，做一个咱身心，做一个咱心意吼，做一个自我的反省。那接下来呢，伊就讲寺庙内面特别认识，较有即个的。班吼，即、哦、即、这个参会班的成立啦吼，啊，今所谓主要代言嘞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的观世菩萨，吼、哦，那咱的这个菩萨嘞，相信讲咱各位先生拢知影，咱即个见闻吼，就是咱的这个老师甲咱的主要宗庙成立，啊，咱去看这就是咱的见会菩萨，啊，就是咱主要代言，即参与上吼，咱是每一个。咱培养的过程内底吼，绝对有诶吼。咱诶，金刚宝珠、这个老师、菩提菩萨，一直是咱人吼，即个三种诶形象吼，拢有伫挂伫咱背景里面吼。啊，当然遮呢，即句话嘛是咱主要咱主管啊吼。伊讲咱一个功德，就是无离开着这个法，啊，修德诶，无离开着咱诶本性。所以讲，主要咱诶主要讲讲。如果咱的心性无甲想好，啊，要怎讲修道嘞？因此嘞，咱必须要去了解，不是心打天职叫修道，啊嘛不是厝的这部分叫修道，嘛不是讲店家这部分就叫修道，嘛不是讲参加礼数咱叫修道。你看，除了安在厝边开始哦，这物件拢是个外形象。你出去到外口参加这单子。哦，其实遐有长，啊遐恁种啊，其实这拢是向外，重点是做微小将自性下加好，这才是修德。那真正修德是啥？向内修，向自己的内心去。吼、哦，利用时中，伫咧咱的心念起伏当中，马上嘞就去甲知觉，然后嘞，咱觉察了，心念好歹马上知影。如果咱咧是恶念的话嘞，那么办？马上就压制，如果是善念的，那当然嘞，爱可以放松，继续去中观啦吼。那就再来，真正看这篇这篇文吼，真正咱看出咱祖庙伊对咱柔情啊，甲咱真正的建教吼，你看伊个伊个文内底是遮尔那流吼，伊安讲，多利乖乖修善德好唔好？多利乖乖。只要你真心善道，上天一定袂辜负你嘞。我阿无外客吼，咱个人拢知影，伫以前都感觉传来讲，台湾的时阵，一心外客都严重嘞。那甚至伊做阵经过遐，伊要打这道务改扩充甲推展，甚至啊来去警察局，互受着遐刑罚，会使讲拢非常的多。但是嘞。迄是比早当咱上台时阵受一个官课，那咱进诶变无后啊，所以进诶课是变早民主课。所以讲咱伫课程当中啊，有即个民主物吼，而且当中会使讲，因咱人在住无共款诶一个家庭，无共款诶一个习惯甲脾气，啊所以咧，尤其伫咱坐定伫咧休息当中诶，会使讲真侪会当讲。零零格格吼，总是爱互相去摩擦，啊，嘛是遐像咱厝边讲讲，落子去修钱吼，所以才着难讲啊。月后毋是外客，而是临时客，所以尤其是伫临时当中，真正着是叫咱好好来落实啦吼。客客客，无所不在。再来，厝边在厝边哦，都伫利用时中。爱定定来省察着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你的言行失去了规矩，
无心中必然的不得。你会当伫间心中分出拍恶了好，你就会当管理做过好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伫道中啊，十五条有规十条台湾拢甲你写清清楚楚，互咱修持当中诶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。那修持诶资格才强足滴哦。咱诶言行举止就是代表着诶一个化身哦。所以讲，伫诶言行举止当中啊，一定爱时常甲自己留意种把握心态。如果会当时时了解讲起心动念诶话，那咱就会去做下遮个，遮个对个错。所以讲，主要咧，互相讲讲哦，多利好好修班，好好修心，好唔好？由遮可见，咱主要是咱对咱非常用心。阿妈阿咪一直甲咱交代，一直爱好好修持。修持当中重要就是安怎，把握着咱修炼。伫个成就时中，时时先看着自己个根源。这是什么上大这基础啦吼，啊，接下来咱继续看经文啦吼。尊尊盖个离会为机靠地往来气体，所以讲有阵时啊，咱伫看遮个道理啊，看遮个经典，甚至有足侪浅化内容啦吼。咱各位等等，只要咱平心而论啦吼，家己做个心态啦。大家只要是生活很清白的话，哦，像咱进前啊，咱生活刚好天人合一般。啊，只要着咱的生活来，咱讲的时阵，咱当下咱内心经过心察了后嘞，咱会感觉哦，我心靠银海做点的唔对个代志。那生活伊为个文字内底特会互咱去了解，咱会感觉家己不惭愧，然后嘞。诶，动啊，真正靠啊，稀里哗啦，哦，哭得很伤心。但是咧，伤心咧，伤心，咱真正也家己思考一下，咱若是课堂窗户刚打开完哦，行出这个大门，就开始破功去啊。那为什么安尼？主要就是爱咱家己去做一个实际的实践哦。既然伫课堂听遮侪道理，那破。伊嘛是教啊，变变做就是爱安怎，咱实际去做吼。像咱先讲之前来讲有滴个道理，为唔通听入来，那搁伫咱个心肝上上重要嘞。爱为咱自己摆摆开去再装出来，这才是修道一个开始的步骤。啊，搁伫咱第二段啦吼，发心自地，从爱发出了热泪啊吼。当然，伊只个话。咱会记得咱伫个九月份的经历吼，咱爱上某行有开一天人合一班，啊当然咧，咱的店长大人嘛有来哦，咱店长大人来时阵，这是一个分之中啦，啊或许咱这是一个副啦吼，咱的营业人员就甲咱讲哦，道义以乡为一切啊，因咱做生意拢知影，咱是为上天而来的，咱原本的就是。是光佛祖，但是来到遮个话，一切轮回，就咱就是俩珍珠同款，顶落遮个无名呀，然后过啊真侪真侪误会，所以讲心内注意望真缘，经过遮个记忆习惯，安尼将咱覆盖了后啊，你看咱全家己有倒来拢唔知影哦，所以讲咱是空灵，是遮咱说内藏归真啊哦。虽然咱们虽然是将转换，那会当遮移心换道的时阵来讲，时间、空间拢改变啦，甚至咱的面貌嘛改变。咱无一定沿着个人嘞，有当时啊，有做有一瞬间就个去到开转者。那咱的建议大家人以后在厝头来讲，先苦以病也无病。虽然咱的外形。咱这外貌有改变，但是咱对坐来哦，所做的这面皮真会过无，这个种子同款哦。如果无要去修，啊无要去改，永远拢对伫咱身躯边。那永远咧，咱拢按着放着这个业报啦吼。那再来咱，咱去咱到人讲讲啊，教咱咱体体良心啊，一切记住。较有法度达到丰盛的心地啦吼，当然，遮嘛是咱讲，
甲咱花木个本事，你看听这个经典，听这个方法，吼，我是拢会想着咱古代做这个进行如飞吼，拢会将咱讲。